大家好，我是张静怡，然后很开心接下来四个月和大家一起度过。恭喜完你们杀青，终于到了小张同学杀青日。你知道今天是拍摄的第多少天吗？今天是第135天。那可以再拍一天，凑个整数。作为朱运的最后一天，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想法呀？超级平静。对，现在我们视频记录下，你说你非常平静，然后一会儿等杀青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，然后做一个对比。这个戏跟之前的，或者说在这个戏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最完整的一次了，朱韵经历了，真是最完整的一次，所以很深刻，很好，很开心。小张，今天打火机与公主裙就要杀青了，然后粉丝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来，你自己打开看一看。这么红红火火，跟我的衣服一样。哦，是大家写给我的信，这么多。此片段还在加班加点制作当中。你要一起拍吗？这个是谁设计的？就是我们输了。小站要努力啊。要不这我边走边签，再让他给你。他说签上名字。坐这么近吗？要坐这么近吗？前面可以，前面可以再蹲一排。蛋糕呢？让静怡跟导演，导演别走，导演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撤了也可以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好 ，OK。导演，导演，导演。导演拿着花吗？不要。经历了四次杀青的小张同学，终于迎来了他的最后一场戏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在这睡一觉，明早来杀青。说的好，你不许走。但你，我怕了，我还是好好拍戏吧，也睡不着。3 hours later. 多有人骗你的。家人们，历经135天，小张同学正式杀青了。哎呀，先放下，拜拜，拜拜。